大家好，我是公屋联会主席文裕明。公屋联会在去年的改选里面，我很荣幸当选新一届的主席。房屋问题任重道远，关系到千家万户。公屋联会在32年来一直是关心民生和各项的房屋政策议题，为公屋居民相互争取权益，屹立至今并不容易。香港目前的房屋问题严峻，作为关注房屋政策的民间团体，我们很希望继续站在居民的前线，督促政府尽快恢复3年上楼的目标，加快基层市民上楼，让市民能够安居乐业。接下来3月，公屋联会会举行步行筹款的活动，我们很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。我文裕明呼吁大家踊跃捐书，慷慨解囊，支持公屋联会继续为民发声。多谢晒。